尤其当你的椎间盘日久退化之后呢，小面关节的受力就非常非常增加。松掉筋，干枯掉骨头，所以这件事松掉筋，干枯掉骨头，你就发现到你的腰比较能够正常挺直，放下来哈。就会很快就熟了嘛，就会很快就熟，它很放心的纤维。我知道桂云，你知道了没？有哇，这个真的是很丰富又营养又好，这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